Hello， 呢度系我哋嘅化妆间加更衣室啊！我知啦，大家觉得呢个新发型点啊？我有啲唔系好惯呢个新发型，唔系好有安全感，露呢个头发。好似高炒飯面瘦啲啊！最近好唔開心啊！咁其實我著呢件底肥咗好多。其實一樣先真係啊，唔使變咯，係咪可以？頹髮最近係咁做運動，跟住食好少嘢，因為佢哋食 lunch 嘅時候都冇食嘢。One more time， 等等等等等等。哦，嚇死我！以為你舉唔知咩字。唉，这个就是 Anson Lo 啦。刚刚睡醒喎。你拍了没有？你拍。哦，跌电话，哎哟。我本身今晚要排网，但是因为这里去到凌晨两点几，所以。这里去到凌晨两点几？喂，大家不要这么激动先。谁说的？未必的，未必的。凌晨两点几，不是12点了吗？我都是听人说的。边个乱讲啊？喺度，就系吕佐安讲嘅。佢听边个讲噶？所以咧，凌晨两点几我费事我嘅队员，要我等到凌晨两点几先开始。两点 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你觉得我呢个发型点啊？其实我唔系，其实系唔好惯。我都唔知咩感觉。呢个发型咧就是一个特定嘅灯光，咁可能咧呢个灯光就唔系最好嘅灯光啦，咁所以咧就睇落就有啲似假发。That's why， 好坦白啊，对你。坦白，我系灰黑，唔系黑。系有个窿，有个窿，是但。而家已经系六点半啦，但系咧，我哋啱啱先转景同埋转。听 Eden 讲。三。你听边个讲话到两点？好啦，大家听到两点呢个消息咧，都十分之惊恐，同埋唔想接受。今晚咩啊？系啊系啊系啊！阿姜涛系唔肯拍嘢。唔系啊，好似有啲爽身瞓喺个头度，唔似咩？